无搬汤啊，白烧啊，落来。大雨不断，布袋镇成了布袋港，居民受困家中，志工是挨家挨户问候。水淹街道，步步小心，越走入灾区越能够感受到受困居民的无奈。在大堡劳工住宅社区水淹家门，志工大声呼唤，就怕有人饿了。一听到需求，决定更往前走，就为地上最及时的温暖。便当的热度从白天到黑夜，送往义竹乡公所如雪中送炭。真的很感恩啊！晚上你们送的爱心的便当来给他们吃哦。我们中午去准备的时候，真正唔知要对六便当。福慧床也送达收容中心，历经一天一夜的震撼，避难的乡亲们终于能够有一夜的好眠。物件搁中了客了，剩了无多客出来。我要出来时，已经门拢足歹开的啊，水拢足甜的啊。你用过对啊？用到嫌卡嘛，我要出来时用到嫌卡。懂得他们的担忧，志工也会一直都在陪伴到最后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嘉义综合报道。